因应潮流，伦敦推广对街头艺人非接触支付。伦敦市长沙迪克汗今天宣布，与科技公司合作，为街头艺人引进非接触支付计划。据主办单位说，这将是全世界首创。根据伦敦街头表演计划，伦敦街头艺人将可收受非现金付款，包括以感应式卡片、穿戴式科技装置和刷卡等方式付款。法新社报道，沙迪克汗 Sadiq Khan 说，现在更多伦敦人可展现他们对首都优异而有才华街头表演者的支持。他称伦敦是音乐发电厂。全职街头艺人康贝尔 Charlotte Campbell 测试非接触支付的科技已2周，他说他注意到赏钱明显提高。他说，我们正逐渐走向无现金社会，相信如果像我这样的街头表演者不设法适应，这行恐将变成垂死的艺术。这项计划可让表演者设定定额捐款，接受路人的非接触支付。科技公司 IZO 与伦敦街头表演计划合作，已开始向全市表演者推广这套技术。IZO 说，也将把这种技术推广到更多慈善组织、非政府组织和小型企业。